嘿嘿，来吃好吃的东西啦！这家披萨真好吃。我是大西达的狗。邀约，人好多啊！敢教必胜之使命。听闻殿中有一份天外珍馐。小姐的意思是要点一份披萨。不错，你的品味我很认可。那么口号，哼哼，尔等看好了，契约已成，相聚必胜。小姑娘真是有趣。小姐在家练习了。奥兹秀的胡言，快走吧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，我要开动了。旅行者，你来了。叶兰的新服装好漂亮啊，过奖了。这名为披萨的食物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。难得钟离邀请我们出来吃饭，要知道平时要他掏出魔拉请客可不容易呢。我出来匆忙。我们开始吧。嗨，见光如我斩尽披萨。这个桌子是不是长得不太对劲？这披萨归我了。抓到了。林月开设了一家披萨餐馆，不少食客陆续前往林月用餐。店长林光小姐讲。要不钟离先生来吧，你博学多才，一定能猜出来。我知道了，是天动万。不要说出来啊！提米，看，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披萨。